生先生，新加坡籍爱国华人，文学学士，现任新加坡中华文化促进会筹委会主席，新加坡中华国学研究院院长，新加坡慈氏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编，中国教育部战略研究培育基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开放经济与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卜生先生发现了人类文化的 DNA 以及华夏古文化全息智慧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发明了中华真智慧现代教育体系。他开创了人类全新智慧学的研究，揭示了全脑科学开发的秘密，并研发了一系列开发智慧的技术方法。 张卜生先生在研究过程中，成功地将中华古文化和现代西方发达的科学管理相结合，创立了全新的圣王管理模式，揭秘了人生不同的秘密，开创了大格局的培养模式，在高度上、广度上、深度上再造人生，揭秘了神秘文化，将宗教文化理性化。 帮助宗教文化从神秘中走出来，古为今用。难能可贵的是，张先生将中华真智慧与企业经营管理、人生管理进行了体之于身的实践，利用老子无中生有的智慧，将一个原本产值是0的企业，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使其产值达到7000多万元人民币的水平。 职员从4个人发展到400多人的规模。张先生通过实践证明，中华文化在当今社会是大有用处的。好，大家晚上好啊！好，这个感恩大家来出席这个年终法会。这个1年1度的年终年初法会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我们这个。 华族文化里讲究这个太极和无极。这个1年的结束啊，就是进入无极的状态，然后把无论不好的、倒霉的所有的事情，把它化空，啊，化空。那么英姐在新年开始的太极啊，这个就重生啊。 就是你年纪大了，然后返老还童了，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是我们每年呢，在年终啊，都要进行一次归零啊，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归空。有的人说：“老师，我舍不得，今年我赚了1000万，我今年年头挺好。”啊，你这个归空不是把你这个钱弄没了。 是把它扎扎实实的存那儿的意思，啊，归空，你的成就归空，为什么？你不要瞎嘚瑟，明年开始败家。你好不容易今年赚了1000万，对不对？那你扎扎实实的让它变成真的黄金白银放那儿。而说老师，我要准备拿着1000万再赚1000万，那你就等着这1000万也没了。真正的赚钱不是靠钱赚钱。 是你的智慧，是你的运气，是这个阴阳两界，你的因缘都具足了啊！所以是这个归零，大家不要担心说啊，我归零，我这1000万我就没了，不是，是扎扎实实的在那儿了。明年开春的时候，开年法会，那么是一个新生的开始，就是你今年赚了1000万，我明年。 凭这个像今年一样，我赤手空拳，不辛苦，再赚他1000万，那你就不变成2000万的富豪啦。那嘚瑟的人是今年赚了1000万，这个过年了，然后大吃大喝一通，然后飞扬跋扈一通，啊，这了不得了。结果年后呢，带着个了不得，张牙舞爪，很快你这1000万就不见了，是不是？ 年终啊，是让我们每个人静下来，哦，你的这个整个的心沉淀下来，沉淀下来，我们人生也走了几10年了，沉淀下来看看我活着为什么啊？我还能活多长时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早晚要死的，对不对？像老师也是要死的，像释迦牟尼现在也不在了，像老子也不在了，所以是谁也别指望着能活个万万岁。以前是诅咒皇帝活万万岁，活那么大干什么？老都老死了个球，是吧？但是这个没有人能活万万岁的。然后我们自己也要琢磨琢磨。 就是累呀，这几十年下来，一不小心我们从一个 baby 变成了今天都老不咔的了，对吧？走路也不是那么快了，思维也不是那么敏捷了。那我这一辈子要走向哪里？如果不改变，只有一条路：死亡，啊，生病，对吧？那最后这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嘛。我们今天看时速上的。 社会上的人都是这条路，啊，你去看医生，医生说：“医生，我为什么得病啊？”哎呀，老人家你老了，老了就一定要生病了，对吧？你这一听着这个，哎，也有道理，我老了，实际上是胡说八道。哎，为什么老了非得要生病啊？对吧？我老了越来越健康了，我年轻我辛苦也赚钱养家糊口养儿育女，我现在老了，我要享福，老来福，那为什么要生病啊？说医生是糊弄你，他治不好你的病糊弄你。那作为我们要有智慧，就是我老了才应该没病，年轻是没时间养生，没时间治病，对吧？我现在没事干了，孩子都那么大了，孙子都一大堆了，那我不好好享清福啊，好好的养生保健。 这个活得自在啊，啊，自在之人活到最后是寿终正寝，无疾而终，什么意思？这医院跟我没关系的，对不对？我没压力了，年轻人有压力啊，我现在没压力了。那儿女自有儿女福，我都跟你养大了，你儿子也大了，孙子孙女也大了，这个，那你这个跟我没关系了。我剩一个事儿就是了生死了，啊，看看我死要去哪里。 对不对？既然人一定要死，啊，那么还有我在死之前，我能不能不生病？能不能把人间变成一个极乐世界，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哦，所以是这个归零很好。为什么上帝创造人，在第7天写了他的功？这个我们为什么每一个星期有1天要休息休息？ 实际上，我们现在休息比这个上班还累，啊，这个是不是休息了？那这个我们在这个我在德国待过，他那有法律，这个星期天呢，他这个你要上班犯法，啊，这老板如果是开工犯法，员工上班也犯法，那要被惩罚，严重要坐牢的，所以他有法律。那为什么？ 古人这么重视7天休1天，实际上就给我们归零，就是7为一个先天数，就是我这个每7天我归零一次，归零一次我赚到的钱 OK， 我已经存进去了，这也叫归零，不是扔到大海里没了，而是我扎扎实实的变成黄金白银，我存那儿了，变成房地产存那儿了，这是我的所得。那接下来怎么办？那接下来要干事啊。 你不是说有1000万，有1个亿，你在那等死了，那有啥意思啊？对不对？有一些人有钱了啊，放那儿，我这一辈子就吃这个钱就完事儿了，剩的时间你就完全没有人生意义了。为什么就等死一件事儿了？对不对？啊，那你觉得钱够多了，好啊，做义工啊，啊，修炼啊，对不对？你平常时间你没钱。 你去挣钱养家糊口没时间，你现在你是富婆了，是富汉了，有钱了，那个钱又花不完，好，去修炼，我不用再打工了，你这是大福报，对不对？以前的大富长者，古人说这个富学文啊，这个富学武，穷学文，什么意思？这个家里穷啊，我必须去做文官。 啊，做文官好干什么？好贪污，呵呵赚钱快。呵呵这个老辈子封建社会，就是你当了官就有钱了，对不对？你不是先去考虑做商人，是先去考虑做文官。富家子弟有的是钱，所以他不需要去贪，不需要去犯那个法，不需要去赚钱。所以他干什么？他学武，学武这里面有内功有外功两种。外功是保家护院，是祖先留了一大笔的地产，一大笔的金银财宝，他要护持住。还有一个内功就是长生不老，好好享福。啊，说是这个富人他要学武。 那么我们现在也都够富的，因为你们无论谁现在也不愁吃不愁穿嘛。以前是这个你不坐公交饿死啊，现在好像是饿不死了，饿不死了够用了，够用了你就是富人啊。富人要学点内在的东西，哦，所以是这个归零很重要，新春的开启的太极很重要，因为这里归零就是我不管怎么样。 刚才说了，我今天运气特别好，之前的运气特别好，我把它仓储起来，啊，把它封固起来、坚固起来，不丢失。我明年是新的一年，跟过去没有关系，所以说我要沉淀下来，我不傲慢，我只不过是因缘聚会，巧了，这个该来的缘分都来了，该聚的因果都聚了，所以我赚到钱了，我有钱了。 对吧？那你要明白，这个万法因缘生，还从因缘灭，啊，所以说我们在年底祭灭一次，啊，我赚到了，我兼顾起来，未必我明年后年还有这样的好运程，所以我要有这个仓里有东西，我不愁吃不愁穿，啊，那么我不好咋办啊？有的人说老师，我这个现在之前都不好。 你不好，你为什么还要继续不好啊？那也要归零啊，对不对？那到此 stop， 没有了，所有的不好没有了，没有了才可以什么转好啊？刹车，刹车，你刹了才可以再启动啊，对不对？你不能一直高速跑，高速跑那汽车冒烟了，说总要有刹车的时间，停下来的时间，停下来是给我们沉淀啊。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啊？ 啊，我为什么这个连续几年倒霉啊？哦，我要想想这个原因呢。哦，还是那句话，万法因缘生，还从因缘灭。世间有为法，这个失败，失败是因为你缺少了很多的发达的条件，啊，这个叫缘分不足，对吧？你想做个房地产，结果大市场不好。 大市场不好吧？人家这个也有好的，对吧？那人家为什么好？人家也不缺钱也不缺工人，也不缺什么，最后就万元剧组就做成了。你这个是，什么都缺，钱也缺，人际关系也缺，啊，你说你做房地产就做不好，那做不好怎么办呢？所以说我们沉淀下来，我们今年啊，还有这之前的人生。 包包扎扎的，那么我沉淀下来，哦，明白了，原来所有的东西都靠缘分。既然靠缘分呢，缘分不熟的时候，我不要去摘苹果，什么意思？你刚把个苹果种子种到地上，你就想去摘苹果，那只有偷别人的苹果。你的苹果刚把种子放地上，怎么就去摘苹果啊？哦，原来这个苹果。 现在我只是种苹果的时候，种苹果有种苹果的条件，对吧？地土要好，水浇条件要好，苹果种子要选好。你将来费事巴力的把这个苹果种出来了，最后是不好吃，卖不出去，换不成钱。所以是这个，在我种苹果的时候，我就老老实实的做种苹果的事情，不要想着我现在拿着个篮子。 这面下种子，明天我就去地里摘苹果了，对不对？那我们人为什么不成功，就是这个原因。你太心急了，啊，你真的太心急了。你现在是种种子的时候，哎，你急什么呀？对不对？你只要老老实实按照这些条件去做，把种子种好了，到时候苹果会自己长出来的。哦，苹果树长了，这个种出来有苗了。 你要看着那些虫子不要去吃，要给它这个打药，要给它护持，保护它，想着这个嫩芽慢慢长大，慢慢长大，哎，终于有一天你的苹果树开花结果了，那个时候就是你收获的时候，就是你笑的时候。这就是我举了个例子，这叫因果关系、因缘关系。就是那大家这个现在到年终了，我们想干也干不了了，为什么？大家都放假了，都放假了，我们就沉淀、沉淀思考。哎，老师讲了，哦，那我总结一下，我今年为什么没赚到钱？哦，我看看，原来我种了一大片苹果的。 我只不过把种子都下地里了，当然这个时候我都是往里投钱的。你既然是投钱的，那就是赔钱呢、啊，对不对？你把几百万拿去买地了，买了苹果树苗了，然后又请了员工了，你这一年肯定是赔钱的。那赔的什么？心安理得。这个不叫赔钱，这叫投资嘛，对不对？投资啊。 那你投资你就心安理得，你就不着急去，哎，算着人家的都摘了苹果了，我这还没见苹果呢，哎，你明白，你将来有一天会得到苹果的。那现在心安理得，所以说这一总结，哦，我这一年没赚到钱，我原来这样了，哎，我这一生原来没赚到钱，我是这样了，所以我没赚到钱是理所应当的。为什么人都有这个早中晚三运？ 有的人，这个人家一出生就是富贵人家的子女，那就行早运呐、啊，对不对？他爹妈有钱啊，这什么不用他，他将来一上班，一那个就接家里的遗产、家里的地产什么，他就早运，行早运，啊。那么我们自己没有这个富贵的这个长辈儿，那么要靠自己拼。说你早运不好，突然赚一大笔钱，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因为子系中山狼，得志便张狂，对不对？你这个年轻得运了，你这个人很张狂，将来肯定倒霉的，对不对？乱投资，这个因为社会阅历不够，经验不够，啊，有人行中年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拜太岁啊？因为这个太岁它是个这个玉皇大天尊封的。 总共是我们是有60甲子、60太岁，一年一个啊，这个不是你来信不信的问题。那他在空间界他是做什么？他叫太岁大总管，他这个是所有神明，他拿着令旗发号施令的。哦，那你不敬他，你说这是神明能帮你吗？对不对？那说老师，我为什么要这个行冲害犯太岁呢？ 实际上不是你这个冒犯了这个太岁神，而是因为你今年你的出生的年上面有个天干有个地支，你的地支啊是代表着天上的12星，啊12星从岁星开始12年，它轮转一年，啊轮转一年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它有12个循环一圈儿。 那它这个循环一圈，天和地是对应的。通过我们看到天的这个岁星、木星循环一圈的时候，这个地和天上的星辰的位置，那这个会影响到我们这些像蚂蚁一样活在地球上的小生命体。说这一年你的本命啊，你这个是个身体，天体的星云星系也是个物体。 大地又是这个物体，要天地人三才和谐。你这个结果是你跟地支冲，你跟这个天上的星冲，所以是那你这个你大水冲了龙王庙了，你这怎么过好日子啊？对不对？有冲有行有害有犯。时间关系，大家看我给你们是后面很细的列了，因为讲完了咱就不用做法会了，你自己回去看什么叫行冲害犯，哎。 科学呀、啊！哎，我这犯了咋办呢？哎，这一年有一个太岁大总管，他是大将军，他手里有令旗。哎，你是接到了这个恐吓电话了，你找谁呀、啊？你自己在家里整天就担惊受怕，对不对？你倒是到警察局报案呐、啊。对不对？那你要跟太岁以神明大总管这个你们的警察总长呢，这个关系不错，他这个慈悲啊，说你跟他打个招呼说，哎，太岁爷，我今天犯太岁，我今天冲太岁，行太岁，说请你老人家派兵保护我，对吧？我们现在有坏人要害我了，我申请保护令，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太岁爷要害你啊！这个民间这乱搞什么，你不拜太岁，他还害你，你这不是个邪鬼邪神呢、啊，对不对？那你这个把太岁爷给搞坏了，这个好像他专门整人的人，整人的神明了，不是？他是保护的，他是警察局局长，这是警察总督，你赶紧求他拿一纸保护令，拜太岁是这个意思。结果你拜了，年初拜了，你年尾要干什么？ 人家给你保护的不错，今天你啥事儿没坏，都挺好的，啊、这个有人说老师不咋好，你要知足常乐，我们现在还活在这里，我们现在还能吃饭，我们现在还在这能够开法会，这就阿弥陀佛了，呵呵对不对？你像这印尼海啸啊，死了多少人呐、啊？空难死了多少人呐、啊？ 战争又死了多少人呢？你看我们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你要知道感恩，对吧？我们是比上不足，比下怎么样有余。人呢，开心是自己给自己的，烦恼也是自己给自己的，就在一念间。我这个遇到任何事儿都惶恐，就像空气儿一样。 人家骂我，我是空气儿，空气儿会生气吗？对不对？人家打我，我是空气儿，那他打得着我吗？所以说，我们要学一点佛法，叫空性正见，空性持身，在空性里面，好我也不张扬，坏我也不痛苦，我也没烦恼。哎，这个心呐、啊，就像这个太空一样，像我们这个虚空一样，说是寥寥分明，湛湛清清，包下了所有的视线。 哎，在年终我们要总结，所以要知恩，要报恩，要感恩，这个叫什么？量子坍塌。量子坍塌，这是今天科学家的用语，就是在年终你要定性自己这一年怎么样？哎，定个什么性呢？好，明白了没有？这个就是知足常乐。这个你们要不要这样定性啊？哎。 你们好不好啊？啊，好，对，这是聪明人。为什么不好也过来了？啊，不好也得过，好也得过。我为什么不定性好啊？这一下你好啊，这个上面的神明一看，哎呦，人家都这样了，我们再不帮一把，这太对不起人家了。你看我们今天都没怎么帮他，他都来谢恩了，这来感恩了。 你说我们这也做的太不到位了吧？明年一定加把劲儿，一定让他真好，哎，你就好了。这是年终法会很重要，定性一下自己。好 ，yes， OK， very good， 对吧？是英语说的不咋地啊，但是这个意思大家懂了，就是好，对吧？就是好，这就叫量子坍塌。你好，句号划上了就好了，啊，就开始了。那 你在好的基础上开始的，因为今年马上结束，明年开始你已经在好的基础上往上走了，对不对？你这个人心不足蛇吞象，你是不好，我今年很倒霉，很不如意什么的。OK， 你定性在不好，那你明年先要把这个好给赚到了，对不对？你这个你好赚不到，你怎么更好？对不对？人家是这个 good、better、bester， 对不对？ 这个好、更好、最好，所以说，那你在好的基础上，我们才有更好、最好啊！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年终法会的意义，叫归零，准备着在好的基础上开始新的征途。人呢，就是一份精神，活的这个精气神儿，对吧？那么这些万法因缘生，还从因缘灭。我们今天人类呀，这个好的人他为什么好？ 这个不好的人，他为什么不好？这个时候我们要学点智慧，学点智慧。这个老黄牛啊，他特别努力，这个一天到晚的去耕地、耕田，啊，拉车，因为他的念头是：我只要是努力，我就可以成功，啊，所以说他这个闷着个头啊，不吭气呀、啊，从早到晚干到黑呀、啊，结果干到死还是一头笨牛。 结果是皮也给人家剥去了，骨也给人抽了，肉也给人家卖了。说是大家没有智慧的人，我们叫愚昧者，对吧？愚痴者，那你就像这些畜生一样，老黄牛一样，你没有智慧。那么作为人是万物之灵长者，所以我们首先要有智慧。那就是说我不能像这个笨牛一样这样干，对不对？那人家一个白领一个月都拿10万20万的，我这使劲费着把力的干才能拿10002000，那你不是老笨牛啊，对不对？人家凭什么也是干一个月拿10万20万呢？哦，那你就琢磨人家为什么有这样的福报，对不对？这就是福报。这个福报怎么来？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那这个我们不能像老黄牛，就是知道拼命努力，我起早贪黑，那这个就是我们就失去了尊贵的人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智慧啊。那么这个福报哪里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玄妙的世界中，这个世界上不只有我们人类，这个世界我们叫阴阳重叠，是隐态世界和显态世界的一个共生体。那么这在佛法也好，道法也好，所有的正门正法中叫不二法门。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和我们生活的周围的虚空界里的所有的生命体和大自然的无生命物，实际上是一体共融、一体共存的。也就是在我们的眼睛看得到的世界和眼睛看不到的世界是一个整体。这就好像一个大海，鱼也生活在里面，有鲸鱼，有小鱼，对吧？有各种各样的鱼，也有虾啊，也有蛤啦，也有什么所有的海生动物，海星、海带、海草、岩石、海底山脉，都生活在一个海水中的一个共生体里面。那这个海水都污染了，整个这个生命都就完蛋了。所以是这个是举个例子。那么我们生活的这个虚空，我们周围的这个虚空界，实际上这个就跟大海水是一个道理的，只不过我们不生活在海里，我们生活在虚空中。这个虚空呢，它就是一个像大海一样的广阔无边的一个虚空法界。这就是圣者认知到的。那在这个虚空法界里面，这个如果整个虚空出了问题了，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虚空中的所有生命者都会受到损害，并且如果是这些生活在大海中的生命相互财失、争斗不休，那么整个的大海就翻江倒海，谁都没安宁的日子过。对吧？那么我们在六道这个空间，是我们的虚空法界，是一个由六道空间组合而成的一个像大海一样的共生体。那在这个空间中都有谁呢？这个圣者释迦牟尼告诉我们，这里面有天人啊，就天上的人。天上的人呢，还有不同层次的天。所以是我们知道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总共这些是28重天。有多少生命呢？无量无边啊，无量无边。那么还有一道生命者是什么生命呢？阿修罗。阿修罗是跟天人一样有天福，然后但是没有天德的众生，也就是说他们的福报特别大，但是天天吵架，天天嗔恨，天天争斗，天天发动战争，啊，争吵不休。那么这是阿修罗界这么一个众生。阿修罗界又叫人非人，啊，上面的叫天人。阿修罗他长得，男的长得特别丑陋，女的长得特别漂亮，啊，所以是这个呢，就是阿修罗界的众生。那么下来就是我们人道众生。人道众生，我们今天已经有77亿人了。啊，最新的这个数字报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道是一个很广大的一个世界啊。那么下面还有什么呢？人鬼道，就是我们这个活着的人是人道的阳世间的人，还有过世的人，这叫阴世间的人。阴世间的人比阳世间的人哪一个世界的人多啊？哪个世界的人多啊？那我们从知道的是8000年也好，5000年的文明发展史，这8000年也好，5000年死了多少人呢、啊？是那不是77亿啊？那个数字不好统计，对不对？我们最后过100年，现在是寿命长，能活到80、90岁。以前这个寿命平均70岁，人生70，古来稀嘛，60岁之前就死了。现在我们是这个时代好，寿命越来越长的时代。 啊，所以是这个，那么这个人呢，他是由阴阳两道众生组成的，就是死人和活人组成的，我们叫人鬼道。但是我们往往提到人道的时候，都只知道眼睛看得到的人，而忽略了人鬼道众生也是人，他们也活着。 他们以量子意识的形态，以这个手尸鬼的形态，活在这个骨灰上面，活在这个坟墓里面，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智慧者研究的成果啊。那么下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恶鬼道众生，恶鬼道众生在地底下生活，那么他们是什么？就是这个针，这个喉咙像针尖一样细。 肚子像鼓一样的大，啊，为什么？他吃不进东西，吞不下去，所以饥饿难忍。他拿个东西吃的时候就变成火炭儿，这个吞不下去。你这拿一口馒头要吃，这是火怎么吃的？抓一口米饭要吃，是火怎么吃？然后这个水呢，就是看到水想喝，变成血河啊。刚刚那个被血污染的水怎么喝？又腥又臭，所以也喝不下去。 那所以饿的这个，饥饿难忍，啊，那么还有一道众生叫地狱道众生，啊，就是他活着没怎么干好事儿，没还完债，死了以后到地下去做监牢，人间有监狱，这个地底下也有监狱，那这就是地狱道众生，并且地狱道分得很细，《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有18层地狱，有大小地狱无量无边。 说这个大家忽略了，我们为什么忽略了？我们被西方的教育所教坏了，西方在这个方面的认知落后我们东方，落后于佛教教育，落后于道教教育。所以说，那么西方的这个教育最后以科技教育为总结，冲击了我们东方的教育，所以说我们丢失了，我们不相信这些，啊，哪有鬼呀？那这照相机也拍不出来。 对不对？摄影机也照不出来，那人眼也看不见，啊，所有仪器都不能证明鬼的存在，啊，所以说我们以为这个就是没有了，所以是西方科学的教育使我们受到了强力冲击，不相信了。但是这个东西不相信它不在吗？它照在，对不对？你这个世界上你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你不相信，你不相信人家照在，只是你相信。 你遵从它的规则，你不相信，你会违反或者无意间这个碰撞了他们，违背了他们的意愿。说这个你这个跟人对抗，人家不就整你了吗？对不对？所以是我们人类丢失了这个宇宙的实相、生命实相以后啊，我们人类现在形成了一个大我慢，以什么？以人，只是人啊。 就是所谓的人本，实际人本人是替上帝来管理这个世界的，是上帝把所有的动物叫到人的跟前，让人给它命名字，对吧？然后好称呼他们。那么最后上帝说：“我把这些交在你的手里，因为他都是你的兄弟姐妹。”为什么我们叫天父地母啊？ 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是天父和地母，我们同父同母所生啊，让你去照顾他们。结果我们人类呢，就把他们私有化了啊！这些野生动物是我的，我要杀就杀，我要开枪打死就打死。阳世间你打死个动物不用坐牢，在阴世间、隐态世界里，它也有一套法律叫民律。 我们马来西亚现在有阳世间的法律，你不能违反，违反了法律要惩罚你。在隐态世界，眼睛看不到的世界叫明律，这套法律更严酷，啊，那它就是你杀害一命要还一命的。就像我们杀人要偿命，你杀鸡还用偿命啊？不用，对不起，死的时候在阎王爷那儿，他就要还这一命。 啊，所以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杀盗淫妄酒坑蒙拐骗偷？你这个以为你这个耍小聪明啊，没事儿哈，那可不是没事儿。我们今天知道这个电子系统、电脑系统已经很厉害了，对吧？那这个警察把你那个照片往里一扫描，把你那个护照、身份证一扫描，哒哒哒哒哒哒哒，全部你这辈子的东西都出来了。 对吧？那神目如电，在眼睛看不到的鬼神界的管理世界，那比这个快多了。他看一眼，全部都出来了，还不用等着电脑去散。说是你所有的东西都逃不过神目。说是大家要重视。那在这种前提下，那么我们人要过得好，你要重视和六道众生打交道，他有交道的方法。 这个交道的方法实际很简单，每一个人都会，不是说只有修炼者或者有点道行的师傅才会。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不会呢？我给大家提个醒，实际上你们知道汽车有一个轮胎是外轮胎，对吧？还有一个里面是个内轮胎，就像自行车轮胎也是这样，外面有个外轮胎，里面是内轮胎。但决定这个汽车能不能跑得远。 是外轮胎还是内轮胎呀？再想想，外轮胎很好，里面没气儿，你汽车能跑吗？啊，对不对？你外轮胎是挺好的，没破，金刚不坏，但是内轮胎没气儿，你怎么跑？你告诉我，是真正的外轮胎只是起到保护作用，保护它为了保护这个内轮胎，然后使内轮胎里面充气儿。 充着气儿，有这个气儿，汽车就可以跑了，对吧？但所以说外轮胎不是最重要，它是为了保护内轮胎。好了，我们人呢，身体是外轮胎，你这个筋骨皮组成的这个肉壳身呐，这只不过是个外轮胎。那你在这个外轮胎里面有个内胎，这个在密法里面叫身内身。 哦，这个内胎里面灌了三种东西，里面说是你的这个肉体才可以展示功能，啊，就像你看到那个是汽车外胎在跑，对不对？你没看到是汽车内胎在作用啊，你看着那个汽车外胎在滚呐滚呐滚呐跑，但就像你们看到人呐滚呐滚呐滚呐累，对不对？但是实际上你支撑这个肉体走的这个内在的是什么？是你的胎内身。 胎内身就是你的外壳里面筋骨皮组合的这个肉壳里面有一个内胎身，叫胎身，啊，对，叫胎身。这个胎身才是你真正的自己。那这个里面装着什么东西呢？装着精气神儿，也就是你外轮胎是不是有神儿？是因为里面内轮胎里面有精气神儿。 那你这外轮胎才有精神，现在明白了吗？说老师做个实验给我看，去火葬场，去火葬场就看到了，看到什么？看到那过世的人外轮胎都好好的，都在呢。嗯，他为什么不跑了？内轮胎爆气儿了，爆什么气儿了？精气神儿没了，对不对？里面没气了，没气了，精神也没了，是谁呢？他就这个外轮胎还是好的。 啊，那么就不能作用了。所以你才知道古人呢，告诉我们，我们体内有神，啊，有神，这个神才是你自己，才是你自己。那么这个神，古代给它的一个名字叫灵魂体。注意，它是身体，它有形，是三魂七魄，见之者昌。 这是我们《黄庭内景经》中的话，就是你要看到自己的三魂，看到自己的七魄，看到自己的神。神有五脏神，有心神，有肝神，有脾神，有胃神，啊，有肾神，各有名字，是不是？那么你的神才灵，叫神灵，叫神明。你这个外壳这个肉体筋骨皮它不灵，死了要交代埋在地下了，这是你怎么跟六道众生打交道啊？你用你的神明啊，用你的神灵啊。 那你就不可以跟天人打交道了，你就可以跟鬼道众生打交道了，你可以跟六道众生打交道了，并且你这个如果像孙悟空有本事，你这个神有本事，一个筋斗10万8千里，你可以跟这个玉皇大天尊打交道，可以偷太上老君炉里的丹，使自己长生不老，对不对？可以一个筋斗去紫竹林请观音菩萨来降魔。 你们家里有个鬼就了不得了，还怕死了，对不对？你倒是用自己的神去请观音来呀，啊，他拿净瓶一洒，家里就洒净了，对不对？你弄水洒，那叫什么洒净啊，对不对？那就是大不了就是干净一下子，啊，那么结果那个你又没有道力，鬼又不怕你，刚好他渴得慌，还给他解渴了呢，你还洒净呢，所以是你要请观音来那就不行了，观音一来护法神都来。 那他是大菩萨，龙天护法，那雷神、电神，那神目如电。来一看，那个小鬼待在人家家里，咔嚓一个雷就下去了，对不对？你要这个样子，所以说大家要重视，你行不行？行。那么，但是你没学用神灵的方法，用神明的方法，是自己的神明、自己的神灵、自己的内胎身。 人人都有，你有三魂，有七魄，有魂魄神系统，有神明系统，只不过你不会用而已啊！为什么不会用？你没学呀，对不对？你们净学一些洋鬼子的玩意儿了，咱中国鬼子的东西你又不学呀？你倒是学学中国鬼子，中国鬼子厉害，洋鬼子打不过我们的，对不对？所以是这个，大家要学点老祖宗的东西。 那学点这个老祖宗的东西，那你就会用精气神了。你这个光学洋人的东西，只会机器，只会这个用肉壳身，不会用里面的灵身。说是这个灵魂系统的，我们的华族文化从5000年到现在的文字记录都在，有一个这个道藏，还有佛藏，里面都提到魂魄神。那么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提到魂神。 对不对？光这个婆罗门女去救自己的母亲，是魂神去了地狱。哎，这不也讲魂讲神吗？对不对？哪里会不讲神呢？所以现在很多佛教徒狂妄自大，说我要去极乐世界，我要成佛了。你看土地我不要拜，城隍我不，天神我也不理。天哪，你这不是大我慢，对不对？那六道里面就你老大，结果把天神也得罪了。 把阿修罗也得罪了，把人的祖先神也不拜了，把这个土地福德正神也不供了，啊，把这个城隍神也得罪。城隍神他是警察，眼睛看不到隐胎世界的警察局啊，你把他得罪了有啥好处啊？那你家里闹鬼，他会去保护你啊，对不对？那城隍是专门抓鬼的，他有5000阴兵的，啊，你都这些，这是老师你从哪儿学的？哎，我老老实实的跟我的师傅们学啊。 学祖根文化就学到了啊，结果一用还真好用啊！我去人家家里抓鬼，那些鬼被抓了送哪儿啊？啊，都领到我家去，那我不惨了，对不对？那我只能要请一个神明来帮忙，那就人家城隍爷派的兵马在外面呢，我这么一抓，往里一放，哎，人家的阴兵就把他给拘回去了。那你这个人有人路，鬼有鬼途嘛。 你鬼也有鬼待的地方，人有人住的地方，阳宅是不允许你待在里面的。说这些呢，都老师都是在应用的，你们不信，所以就不会。如果信了，又去学习，又掌握窍诀，就像你们在显态世界要挣钱，有规则啊。你是个修理车的，你也要好好把那个修理工技术掌握好。 你是这个玩股票的，你要懂那个股票市场的规则。你是个会计师，你不学会计，你就做会计师啦。所以是所有的显态的都要学习。那隐态里的精气神怎么调动，怎么凝聚它？聚则成形，散则为光为气。师傅们早都告诉你口诀啦。我怎么把精气神凝聚到神，使它显形？显形了，它就像我的孩子被我养大了。 哎，养大了他就帮助爹娘能够干事儿了。我老了就有依靠了，对吧？你把自己的精气神在活着的时候把它都练成精，我们不叫精，叫神，叫仙儿啊。精是这个山精鬼怪叫精啊，但是你把它练成仙，练成神仙，哇，那你这一辈子就有靠了，死就潇洒自在了，对不对？然后就知道自己去哪儿了。 我的三魂去了哪儿了？七魄怎么回事？然后这个心神去了哪儿了？我将来到哪个世界转世？我的父母叫什么名字？这都可以知道。这就是西藏活佛转世的制度，就是他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下一世的父母是谁，家庭环境怎么样，兄弟姐妹几个。所以他临终之前，他受戒给他身边的弟子。 啊，我将来到马来西亚来投胎啊，有个张卜生会来找我啊，到那个时候你们记着让我来修炼啊，这都有记录的啊。你以为就这么容易见到老师了啊？所以是那这个就是人活着死，不是死着，死了以后能做主的。所以说我们年纪到了，我们要学点精气神的方法，把胎内身这个精气神这个体给练好。 那么我们参加法会，你用什么去参加？所以说，为什么有的人说老师，我这经常啊跑海陆大法会，什么东西，这去的地方可多了。实际上为什么不好使啊？你用个汽车外轮胎去参加的，那个内轮胎，在那看手机了，在那想股市行情了，在那想什么？你那个精气神没参与，你的神没参与，你的灵没参与，你的神明没参与。 你那个时候没投入那个状态，你只有你的神明、你的神灵跟外在的神明才能沟通，跟六道众生才能沟通，才能够把事做成。结果你拿个汽车外轮胎忽悠人，肉体到了，这个神儿倒没到，你想着怎么好用啊？啊，这是大家重视的。为什么你参加很多的这个海陆大法会，参加很多的法会，为什么感觉？ 没感觉到这个有效果，那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以后跟老师学怎么把这个聚精之后，这个化气、聚气化神。你看，这个把气一聚，神就来了；然后把神调炼到灵的层次，你就成神明了。哦，你这个神明，你就可以，睡觉的时候也好，你放松入定的时候，神明出体，跟灵界打交道。 啊，并且是你像我们的2年级就可以，我们要陪练元神，元神就是你身体内的那个胎神，它能够出体，能够飞升，能够穿越6道空间，能够去地狱呢走走，去这个阎王殿走走，去天上玉皇大天尊呢走走都可以。这是什么？这个叫元神，叫本命元神。哦，所以是它出来就是你就有一个孙悟空了。 到那个时候，你想吃王母娘娘的蟠桃，都是伸手就去蟠桃园摘了。虽然是偷的，但是你也偷来了呀、啊，你想偷也偷不到啊，对不对？所以是大家要知道，这些不是神话故事，是真的神。怎么去把它练到灵，练到明，练到真，练到真的水平，你就成佛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教寄身成佛法，就是有这一套的系统方法，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炼虚合道、炼道归真。你看，这都是口诀啊！啊，为什么不来学一学？说我们今天参加法会，大家怎么办呢？我要调你们的神明出来。说老师，我有神儿吗？你没神儿，你就是躺在那个殡仪馆里的人呐、啊。 你现在还坐着，肯定有神儿，这是你把神儿调出来啊，调出来咱们一起参加法会，那就灵了。那你这个跟自己的九族啊，跟天上的我请下来的6道众生啊，跟这个4圣法界的这个声闻缘觉、这个菩萨佛啊，就都能打交道了啊。这个时候你就受益了。 说这是参加法会，我们要调。说是待会儿为什么教你止观，带着你止观进去一调，你这个人啊，从外轮胎转到内轮胎了，你的内胎身参与了，你的神明界参与了。这个时候你就什么天灵灵，地灵灵，你也灵灵的啊，灵灵就灵了，就好使了，对吧？你不灵啊，这个你的神灵不出来，就什么都不灵。啊，你求什么都不灵，你中这个买彩票老是不中，因为不灵吧，对不对？那你这个灵出来了，他一看要什么号码，啪啪啪一写，马上中，哎，这就叫灵，哎，你什么都要灵，对不对？你这个灵机一动，灵感一来，这都是灵的事儿，这都不是你肉胎这个外壳肉体的事儿。你们这拼命的像个老黄牛，就是一个用了只会肉体的筋骨皮去做事儿，没有使用自己的神的系统去做事。所以，我们今天带着止观，把大家的灵，把大家的神挑起来，来参与这个法会。一个法会的成功的关键，这是第一要素，就是带领，与会大众在灵法师、主法师的这个带领下进去神明世界，活着进去的啊。不是死了进去，死了进去不好玩，也就是待会儿你们就要进去。进去什么注意呢？进去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通通不要去起心动念。看到了不一惊一乍，听到了不一惊一乍。昨天晚上我在台北做法会，啊，那个这个我就朝着几个方向拍了一下，结果一拍以后拿给他们一看，我的妈呀，怎么会有这些？你们叫阿飘。啊，就是在空里飘飘飘的那种。哎，他们一看，这怎么都有这些东西？我说没这些东西，你做啥法会呢？你不是骗人的，对不对？阿飘不来，你这个做法会给谁做的？对不对？他们一看到有的吓得什么，哎呀，毛骨悚然，到处看。我说在你身后也有呢，你不要看。啊，你就用神灵呢，那他一定有吗？您这个开什么玩笑？那只不过是你有的时候捕捉不到他。有的时候相机就捕捉到它了，对不对？那就这个凭着灵啪嚓一找，它在什么位置上一看，哇，真有这个东西，啊，所以是这个是真的。所以大家要参加法会，第一调自己的心神，把这个自己的主观意识放下来，然后全身心的参与，通过老师把你的神带出来，然后我们就灵了。这个法会就灵了，那你就归零的所有的东西都把它可以，化为空性，化为光明，啊，好的不好的都化成光明，对吧？然后接下来用这个光就可以创造很多东西，这是万物的创造者就是光。所以说，我们有了足够的光，足够的生命光，我们就可以明年开始创造我们自己的叫性一切者。叫心造万法，心生万法，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心，这个来建造自己的世界，那么就可以规划自己的世界。所以说，你必须要归零，然后才能一个开始。但一个法会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主法师他是否通达阴阳，他是用肉身在主持法会，他还是用自己的神明之身主持法会？那这个就叫阴阳师。古代呢叫大师，都是阴阳先生。阴阳先生就是他本身就懂得从外壳的这个外胎身里面启动内胎身的窍诀，他懂得启动内胎身窍诀，他就用神明在主持法会。他就不是用肉身主持法会，所以这个实际上在这个梁武帝时期，对这个主法师他已经提出了一个很严格的这个要求。那在你们的大纲里面，有提到啊，对法师要求有2点，一个是戒德高远，观道幽微，有意不如，不名法师。这是大家今天你们经常参加一些法会啊，经常跑一些水陆道场啊，去跑一些道场。那你要重视你的主法师，就是在这里的主持传授佛法或者传授各种教法的师父是否具备这2条。如果不具备这2条，那就是一个凡夫，就是一个汽车外胎啊，汽车外胎。那你跟汽车外胎打交道，只是筋骨皮的肉体在打交道，你不能够进行神明神灵界的交道，那你就获益就不大，你就不能真正的把自己出六道轮回。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鉴别。也就是说，今天很多经师不是很多法师，经师是会念经给你听的，会讲经的。法师要说法，说法是传授 technology 技术方法啊，不是那个教给你怎么去诵经，怎么去背经，怎么去念经，要教给你窍诀、窍门、巧劲儿啊，怎么去快速的掌握一门技术方法，那这叫法师。那这种法师呢，两个条件，一个是戒德高远，一个是官道幽微。如果有一个条件不具备，他就不是法师啊，这个是给大家要讲清楚的。那么主法师他这个戒是什么？戒你这个五戒十善呐，什么菩萨多少戒，比丘尼多少戒，这个太复杂了，我们世俗人没有办法去研究这些。但是基本五戒要持，叫什么？杀盗淫妄酒，不可以杀生，不可以偷盗，啊，不可以邪淫，不可以妄语，不可以酒后乱性。就是酒后乱性也是不要愚痴，不要愚昧，要有智慧，啊，所以是这五个基本戒律，我们修行者都应该去遵守，这是戒德。但是，那么德是德行，就是你要有点德行。德行这个我们南洋人都懂，叫什么？叫仁德、义德、礼德、智德、信德，叫仁义礼智信五伦五纲五常五德。那基本上，这个法师要通过他的身口意展现出这种武德，不是说他只能说，他要能够做出来，这叫德行或者叫德行，啊，德行他要行得出来，身口意都要行得出来。所以这个戒和德，作为法师你必须是遵守的。但是，那么我们世俗人怎么来研究这个戒呢？教给大家一个口诀就知道了。一个是什么？你们都会背的。一个是诸恶不作，众善奉行，自净其业，这就是戒。就是说，哪怕那个恶很小也不做，哪怕那个善很小我也去做，这叫众善奉行，诸恶不作。后面一个很重要，你戒是要自己清净戒。说我们皈依僧，皈依自性僧，皈依清净圣僧，啊，所以是这个你要清净，清净就要自净其意，不自净其意的，只是教你诸恶不作，诸恶不作，众善奉行的，那是世间的老师做的事儿，那教你自净其意的才是法师要干的事儿，要教给你怎么禅坐，怎么调心，怎么使自己的意识。在起心动念处不胡思乱想，说这个是什么？这是戒，这是戒。德就是看他所做、所行、所说，身口意是否符合仁德、慈悲、义德，担当一个责任，度众生的责任，不是为自己啊。然后要普度众生，有菩提心啊。然后礼德，哎，他这个不能产生我慢。什么意思？他这个当个老师了不得了啊！这个前呼后拥的，就跟黑社会老大似的，啊，那这种师傅你还是离开他算了，我慢，对不对？那他要跟大众能够和乐同乐，然后很亲近，没架子。他这个就是什么？这是礼德。说是现在很多这个师傅了不得了，张张扬扬的，然后信众要跟他握个手都不行，然后见个面都难啊。这个还是罢了，对吧？那这个就是说，你要看那个真正的平易近人的，真正的用菩提心、大众平等心对待我们的，这是好的法师，啊，这是他要具备这个礼德。啊，那么他要有智慧，智慧呢，他不是拿经跟你说事，他把经本扔了就，随心所欲的，因你所求，心中所求而说种种法与你，这就是有智慧的法师，啊。那么最后一个是信德，信德是什么？他自己充满自信，充满自己，我就是佛，我能成佛，他有佛慢，不是我慢。因为他要做你的表率，他相信，他都不相信他自己能成佛，你怎么能相信自己成佛了？他是专修呢，他经常修呢，都不没对成佛没信心，那你的信心哪来的？说这个信德来自于自信力，这个法师他要敢敢的引领你今生成佛，因为是要相信我们原本就是佛，这就是一个坚定的自信心。他要给你带来这份自信心，他必须这样展现出自信心。 啊，他不是他说我已经是佛，不是，他就是说相信我原本的法身佛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因为有这个，所以我能成佛，这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啊你们我都是佛了，你们来拜我那个这个是假的，谁说自己成佛了让大家来恭敬他这是假的，那么真正的法师他是引导告诉哎我张卜生是佛。 对不起，你也是佛，你不要拜我，你拜你的佛，你拜你自己这个佛。但当你看到外佛的时候，要升起内在我就是佛的牺牲的想法、自信力出来，而不是说我是佛了，你们都来拜我、皈依我，然后做我的奴隶、做我的学生，我让你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这个师父，你不要拜，这不是真的法师。 真的法师是告诉、时时引导，哎，菩萨，你是佛，你要做佛，你要相信自己就是佛，你不要再做凡夫了，把身口意都换成佛的软件，换成佛的身口意，哎，这种是好法师，这是信德，啊，不是说你们来信我，你们信我，信我已经成佛了，我已经是，我是谁谁谁的转世，我是什么什么，哎，这种这个哗众取宠的，别有用心。 啊，真正的释迦牟尼来到人间传法的时候，没这样说过。但是大家知道，他都是一生不触佛，但是他从来没有说我是一生不触佛，我来这边成佛，然后我将来要怎么样的？没有，他就是说，哎，我在菩提树下悟的时候，发现原来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 因为你们妄想，因为你们执着自己是凡夫，有身见，有知见，所以是你们。 不是背离了自己的佛的本体，迷了，就像你这个家在哪儿，你这个找不着了，迷了。但是家是有的，说佛是有的，你迷了，找不着自己的佛了。现在呢，师父来通过自己的修行的经验，引导你找到自己的佛，是兼顾它，兼顾我就是佛。那么利用这一生成佛，那这是什么？这是信德。 说这个戒德的德行，大家要知道是什么五德。那么同时你要具备天地人三才之德，就是你不能只管地球上的事儿啊。这个天呢，太阳系你要管啊，银河系你要管啊，141年的宇宙你要管啊，还有141年外的整个虚空法界3000个大千世界，你都要慈悲啊。 那这没这个天的格，这个法师算什么法师啊？对不对？他都不能够跟法界不二了，那这是什么法师啊？说没有天德不行，地德他要能够扛所有的事，他能扛，他要做众生的满愿宝啊！众生这个哪里不舒服了，在家里受老公气了，到你这哭一场，你要受着啊！为什么要受着？因为你是他的垃圾桶。 啊，他就是来你这倒垃圾的，你结果你受不了，哎，你这个不愿意让人家来哭诉，那你这叫什么满愿报啊？所以是你要扛得起来，啊，你要像大地一样，众生的所有的善的、恶的、不善的，你都要把它扛在自己的肩上，用自己的肩膀挺起自己的这个脊梁，然后挺直所有的众生，获得他们的欢乐，这是地之德啊。 那没这种德，那他这什么都不要自己扛，有点事，跟我没关系，哎，你们搞，我走了啊。那这个叫什么呢？对吧？没有大地之德，没有仁德。仁是什么？这个佛法不坏世间法，记住这一点。一个法师在人伦上面，在人道上面都不懂，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师。说是释迦牟尼特别强调人。 成佛继承，我在我身边的弟子的训练中，我要他们学着这个做饭、洗衣服、擦皮鞋，啊，说你这个师傅也太霸道，跟奴隶主一样的，啊，不是，他们做的很难吃，我做给他们吃，啊，这个，我告诉他，你不允许做，你给我准备，我回来做。 啊，那为什么做的太难吃？那人道没修好，心肝脾肾肺里面都是浊气，那做出来的可臭了，不好吃。啊，老师做了给你吃，尝尝那个味道。哎呦，老师做的怎么这么香？那是心肝脾肾肺里面都是光，香喷喷的，啊，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人道的东西是检验你修道的一个基础，就是你到底你修道修到什么层次了？人道不全，你不可能成佛的。哪有一个什么人事不懂的佛啊？那他下来怎么度众生啊？ 说有些人他是孤僻，什么高高在上，那还这个我不懂，那个我不懂，那个这是人道的东西，不是人道不懂，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师，一通百通啊，你怎么人道不懂啊？是不是？所以大家要重视，这叫天地人三才之德，这是在五德之上的八德啊，这八德你具足了，你才是一个全人啊，就是一个真正能够担当天地人 这个使命的人，那再往上才到第九，才叫九真，才叫九九归真，才叫成就。那八都没有基础，怎么成就第九？所以这个德行啊，讲起来很长，咱们不能展开讲，讲一会儿天亮了，啊，所以是就点到为止。所以是戒德怎么去看，啊，怎么去看一个法师是否具备这个戒和德行啊这个方面，说戒德精严。 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戒得高远，高就是要天地人嘛，高到天上去了，对吧？远要什么？要这个无始劫到未来际要成佛啊，不成佛誓不罢休，这个要看得远。然后呢，还有呢，观道幽微是什么意思？幽是幽冥世界，微是微小的世界，啊。 微幽又有隐藏的意思，微是细小的意思，也就是隐藏的世界，你要能够通过圣观的力量，能够通达明了，和他打交道。所以是这个观道幽微是要自己的圣观力，通过观照力和六道众生打交道，和四圣法界的圣者打交道。 啊，那么这个如果这就是等于说通阴阳，通阴阳，说是法师的条件很严酷的，很严格的，以前考试那是相当严格的，啊，师父给你一个东西，好，哎，现在让你加持它，啊，加持它以后，然后师父拿过来，感觉一下，哦，这上面有没有东西，立马就知道了，为什么？ 那你真加持了，哎，它就不一样了，啊，这就考试啊。那你是否这个有这个本事调动宇宙能量，调度天地能量啊？这都要考试，最后才认可。好了，你可以做这个什么仁波切了，你可以做这个堪布了，你做什么？这古代是相当严格，今天可好，有一个袈裟一穿就是大法师，这个什么什么就是仁波切 ，no， 不是这个样子。仁波切的考试在今天。 在西藏里面有个青海省，它有一个皇钟，还有一个寺院，专门进行这个仁波切的考试。要考到什么水平啊？啊，你们可以去考，谁考了就可以做仁波切。冬天脱光衣服以后，零下20度到30度，要把那个棉被单湿了的棉被单用这个自己身上的灵热烘干它。 啊，在1个时辰之内，2个小时要把它烘开它，那就是零下20、30度，脱光衣服还要把一个湿被单给烘干它，这个具格了，那才叫仁波切，就是因为你的灵热，你的这个着火已经成功了，对不对？那你这个没这个本事，你这个到处招摇撞骗。 啊，所以是今天这个不是法师的人，冒充法师很多。这里面有2种，一种是出家法师，一种是在家法师。所以老师还有在家法师 ，yes， 啊，在家法师呢，这是因为在佛法的传承中有4众弟子合丹如来家也，所以是那么有在家的居士，居士有等级的区别，有居士有大居士。 居士是什么？居士就是做了3皈5戒、皈依佛法的，安居在自己我是佛的自信中的，叫居士。所以你们做了居士都瞎胡闹，都不知道自己安居在哪，叫什么居士啊？居士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把自己的心安居在我就是佛，我可以成佛的自信心上的，才叫居士。大法大居士叫大士，简称大士。观音是大士，普贤是大士，都是居士身修出来的。那观音菩萨度不度众生啊？度，所以他是出家众，他还是在家众啊？在家众。那你怎么说在家不可以主法？哦，不单在家可以主法，那么历史上在佛陀时期有个维摩诘居士所说经，哦，是那些大居士，大居士维摩诘居士，然后那些世间病，佛陀让这个所有的阿罗汉菩萨都去探病，结果有一些这个不敢去，说为什么去了就被骂。然后就说出一个维摩诘是所说经，这个维摩诘居士看到每一个修行者的达到阿罗汉菩萨水平的，他的这个弱点在哪儿，不圆满度在哪儿，他这个维摩诘居士就把它说出来了，啊，这个包括这些历史上的大阿罗汉、大菩萨都被他说的心服口服的，认他是真正的大菩萨。这是大家要知道，从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有居士说法，就有居士主法这一说，不是在家众才，主法。那么后期在藏传佛教中有这个藏王灭佛，所以在莲花生大师的传承体系中，后来开启了父子传承，就是因为这个皇帝不让大家修佛了，不让收徒了，谁收徒要杀掉的。啊，谁传佛法要杀掉的。说这个时候，那些大师们为了使佛法能够传下去，就是父子之间秘密传承，就是关起门来，谁知道你在家里教儿子什么，教女儿什么？所以这就变成了父子传承。今天在这个我们的宁玛派，也就是这个最古老的莲师教派里面，是有大圆满体系中有白衣瑜伽士。白衣瑜伽士就是结婚生孩子有家庭的主法师，比方说我的上师大安满意上师，他就是白衣瑜伽士，啊，那么在黄教这个地方，这个他本身最开始修学成就是在黄教，当时是十世班禅大师亲自传授他，那后来黄教他是这个在家居士不可以传法，啊，他有严格的规定。然后后来这个，这个班禅大师才带他去这个找这个大圆满传承，哎，大圆满传承还有白教的大手印传承都可以瑜伽士传法，啊，那么在这个今天的这个日本的东密，几乎都是父子传承，啊，都是这个在家居士啊，那么做法事，啊，东密的大法事。这是大家要知道，这个你们要争气，你们要争气，要自己要做达到法师的水平。达到法师的水平容易吗？真容易，就是一个是诸恶不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好好修炼。第二，观道幽微，能够使用自己的神明体系、神灵体系，做众生的满愿宝。众生当有所愿的时候，你用自己的神通力都能够帮助众生解决实际问题，你做了众生的护主，做了众生的依靠。这就是我开课教你们教学带你们修炼的目的所在。就是这个世界居士身不是一个法师，是要出来千个万个亿万个，那么我们这个人类就有希望了。啊，所以我们跟出家众有点不太一样，是什么？我们的福报，可以自己来，就是我可以时间自主、金钱自主，啊，那么教学方式自主、修炼方式自主。但是真正出家众没这么大的自由，他要做起来做早晚课，早课晚课，中间有的寺院你还要劳作，不劳作还要出去募捐，啊，还要捐募款建寺院等等的。像我们在家居士呢，你时间自由，啊，这个晚上的时间都是你自己的，在寺院里不可以，到点儿要灭灯，啊，你只不能够点灯，你要修在黑暗里修可以，啊，所以说大家要知道珍惜居士身修法，啊，我们是个居士林，那么主法师可以是这个局势，不是说非得要找一个穿袈裟的啊，在这个地方做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那么只要具足了戒得高远、观道幽微这两个条件，你就可以开启六道空间，打开六道之门啊，这样才能够使这个法会这个圆满。 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圆满呢，是因为要祈请六道众生来，祈请这个法界的四圣众来，祈请这个不光是地球的众生，包括整个太阳系、银河系141年宇宙，以及穿过141年宇宙外的整个虚空法界的3000大千世界，叫十法界众生都来我们的六合结界坛城中。 那么这样，我们才可以利用一个短短的一个时辰左右的时间，消尽无量业债，啊，所以说，否则的话，你只是在这儿念，这周围的鬼神听到了，那你能消多少业债啊？无量劫，你这个种下多少业债啊？啊，所以这个叫空性正见。空性正见不是空中什么都没有，是空中妙有，记住，是能够空掉自己的身。 这个外皮囊、外轮胎，你要把它空掉，这个叫身空啊。接下来把自己的意识境界空掉，叫心空。身心两都空，人法两都空，叫人空法空，这是般若境界。在这个般若境界中，你展现的是超越了141年宇宙的尽虚空遍法界的大法界。 不是这个空的，什么都没有，一片黑暗，什么都没有，那叫妄空，那叫假空。真空里面要有妙有，你要引现出3000个大千世界，要引现出四圣众的这个他们都到现场，要引现出六道众生同来赴会，啊，这个叫真空妙有。 现在懂了吧？所以空性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不是说空性这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空，什么都空，那你这个着迷了，着魔了，再着这个叫空魔入心，这在《楞严经》51魔中特别的要注重。就很多人以为那个空境就是佛法，实际上你恰恰空魔，这个天魔中有个空魔。 专门来误导你，让你安住那个虚空，什么都没有的空性里面，这是错误的。这个像我们的这个太空，你看这里有星星，有地球，地球上有蚂蚁，有所有的生命，有草有花，哎，这就是真正的真空里面的妙有。虽然是因缘暂时有，但是毕竟现在还是有，这叫真空妙有。 它只是因缘灭的时候，它就不存在了。在因缘聚会的时候，你要重视这个有，对不对？我们现在在3楼，你说真空妙有没有这个楼，那你跳下去命就没了。你以为没有就没有了，那真有。说这个时候要真空妙有，要知道3楼电梯坏了，我们得一楼往下走，你不能这样飞下去、跳下去，开什么玩笑？ 这是你这个有些人空魔入心，这个自以为自己得到，实际上是入错了境界，所以是要重视。时间的关系呢，大家就是待会儿呢，我会引导大家进入空性，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整个做法会期间呢，大家要配合同频共振。同频共振呢，就是说这个懂不懂意思不要紧，老师带着你念什么，你就跟着念什么。 然后那个时候不起心不动念，会念不会念，跟着哼哼，懂吧？跟着哼哼，在同一个波道上、同一个时空中、同一个频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受益。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家人、把我们的所有的冤亲债主的业债，我们尽量多的释放掉，然后借这个诸佛菩萨的光明，然后把他们超度走。 那么这个就做一个归零，归零以后，明年无债一身轻，啊，身轻神轻，然后我们开始新的征程。说春节后我还会再来一次，在引领里面做一次太极。太极就是要教大家怎么设计1年里的软件，啊，那么规划自己的1年，啊，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 啊，那么今天我们是年终，所以是我们除了供养诸佛圣者之外，那么还有这个要谢玉皇大天尊，啊，这个大天尊这个很多人佛教徒以为玉皇天尊是，倒立天33天主，啊，这是因为有一些法师不了解法界实相，不通达阴阳，讲错了。玉皇大天尊他是纵向33天之主，什么意思？纵向啊，就是纵向有28重天。 28重天之上有4种性天，28重天加4种性天是多少天啦？32。32在上面还有个常寂光土，叫大罗天，说是那个就是常寂光土，说是加它就是33天，说是33天里的全部的行政工作都归玉皇大天尊管，啊，你们称之为天宫的。 初九拜天宫，说福建人为什么到全世界都能发达？因为你们有天宫护佑，给自己一个掌声吧！啊，啊，说是你们的祖先，这个初九一定拜天宫。说我们今年这个要谢谢天宫，啊，那你拜了，你到年终要谢谢他护佑你，对吧？那他这个官这么大啊，连佛国净土他都管呢。 啊，因为佛国净土也要有打扫卫生的，不是？也要有治安，不是？对不对？也要警察，有部队，不是？这都归他管。因为佛菩萨是方外化人，啊，这就好比你们的国王不管事儿，首相管事儿，有点这个意思，明白了吗？啊，国王也不带兵，也不管财政，也不那个，但是这个他这个是国王，但是首相管所有的行政工作。那么玉皇大天尊。 他在28重天之上的4种性天，4种性天是4圣居住的地方，叫什么呢？叫这个圣居土。我们今天待的地球是凡圣同居土，也有圣人住在我们中间，啊，这叫凡圣同居土。那么到最高的叫什么？叫一真法界，叫常寂光土，啊，到那个地方就成佛了。这个4圣果的。 这个佛菩萨、声闻缘觉这些啊，没有究竟圆满的，一生不触佛，都是在4圣空间啊，这个在4种性天里面，这样的一个空间中啊，这个安理自己的净土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拜谢谢玉皇大天尊。还有呢，我们这个要谢财神。有些人心里可能唠叨了，说：“老师，我今年也没赚什么钱。” 你今年只要赚过超过1分钱的，都是赚了钱的，啊，那1分钱也是财神给你的，啊，所以是自己刚才说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不可能你连1分钱都没赚，要是没赚的，现在我拿1分钱给你，你就赚到了，啊，所以是要谢恩，懂不懂？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不管是赚多赚少，都是赚了。 至于你花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对不对？说不够花，不够花也是你另外一回事儿。所以说，你越拜他，越谢他，他看你不够花了还谢他，他下次就多给你点儿。就他是神明，所以是这个财神呢，有正财神、偏财神，有这个显态世界的财神，隐态世界的财神啊，密法界的财神，叫显财神、密财神。 啊，那么这个文财神、武财神，这是一个庞大的一个管理层，相当你们的财政部官员，就是这么个概念啊。你财政部有多少官员呢？他这个很多官员，所以是都要对他们礼谢一下，啊，礼谢一下。这是隐态的这个官员。那么还有呢，谢太岁神明大总管，还有众神明的相助。老黄牛只会靠自己的力量。 我们修道者、聪明者，为什么佛法是富贵法？佛法富贵法是因为我们敬神明，我们敬6道众生，都是如母众生。说是真正学佛学得好的人不会贫贱，记住，除非你过去世没有积福报。 为什么？你如果不积福报，只修智慧，只修炼，叫罗汉脱空钵，懂不懂啊？啊，罗汉脱空钵，是不是？你是阿罗汉，你脱钵你都脱不到东西。小乘佛教不是脱钵去要饭要什么？接受布施，结果人家都是满满的，就他里是空空的。为什么？他上辈子没积福，这辈子成阿罗汉了也是这样。所以是不能埋怨别人，都是你的因果。所以说，那么我们这一辈子要积福，啊，除了德要积，功德要积，福也要积，这个智慧要开启，福报很重要，叫福慧两祖尊，啊，福慧两祖尊。说释迦牟尼在经中告诉说，过去有两个兄弟修炼，一个兄弟呢，他只是重视禅定，啊，修炼境界。 啊，这个结果，这个人呢，后来就成了阿罗汉了。但是他为了这个精进修炼，跟外缘、跟世间上的人谁都不打交道，啊，说是他什么福报也没积。然后还有个弟弟呢，也修炼，但是他专门去积福报，不修这个禅定，不修智慧。结果这个转世之后呢，这个哥哥成了阿罗汉了，弟弟成了大象了。 这个正因为修福报修太多了，他这个结果是这个，因为他特别机灵，然后特别善巧，懂仁义，被国王看中了，说国王就给他披金戴银，这个叫罗汉啊，这个叫大象带璎珞的传说是这么来的。那这哥哥呢，就是成阿罗汉了，叫罗汉托空钵，懂不懂？所以说，释迦牟尼告诉我们，福慧两祖尊，既要修。 智慧也要修福报啊，否则你不修智慧的人，将来转世很有福报。像你们现在很多富贵人啊，将来就做大象带璎珞啊，金银首饰什么到处都有，带着什么都有，但是投胎一个大象啊，那你这个修智慧你不修福，你就罗汉托空钵啊，只能成罗汉果，不能成菩萨。你不动度众生，没结缘呐，没搞点纠缠啊。 啊，我们这个活在世上要多搞点纠缠啊！你缠我，我缠你，哎，但是尽量缠到善缘上，不要缠到恶缘上。缠到善缘上，大家最后都缠到菩萨界了，都缠到佛果世界了啊！所以我们还要跟谁缠呢？跟神明缠一缠啊，纠缠一下，纠缠不清，请他多保护我们，多护佑我们，这个叫量子纠缠。也就是说，你拜他，你谢他。 哎，你跟他就把两个关系什么建立起来了？你不建立这个关系，那他怎么跟你纠缠呢？你跟他纠缠有好事啊，因为他是护法神呢、啊，对不对？你护法神，你遇到危难了，一祷告护法神明，因为有纠缠，量子纠缠的道理告诉我们，没有时间空间的隔阂，对不对？他在天界，他在这个山上。 神至是雷神、电神啊，那么这个树神、水神、龙神这些，都是在空间界的神明。说你要敬他们，要谢他们，谢他们你就建立了点对点的什么纠缠关系、量子对的关系啊。你心里有他，他心里有你，然后哎，你遇到危难的时候，瞬间他视线在你周围，形成了保护圈就把你的危难就给去掉了。 说你倒是不信他，也不敬他，你这个没有建立点对点的这个纠缠关系，这个量子纠缠，你求谁都不来呀、啊，没有这个关系，它说量子纠缠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古代的这个科学道理，就是大家为什么要这样做，现在就懂了。那么还有呢，我们要帮助自己的九族超度，还有过去七世父母的超度，所以我们有一个超度。 那么还有这个我们很多这个有缘无缘的众生的亡灵超度，啊，那么还有呢祈福消灾，还有消灾免难，啊，所以这个呢，待会儿呢我们就要做，所以是那么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谢天公，谢财神、谢太岁等等的一些这个礼盒啊、礼箱，还有敬上界。 师傅的，还有给祖先送的一箱，等等的一些大礼箱，过年送大礼，这个我们人跟人之间要送礼，刚才说你最好跟神明也发生点关系，送点礼给他，让他欠着我们的比较好用，啊，这个他给你的就不是那么一点点了，这个他的力量也很大。说我们一个人要学会借助神明的力量。 借助祖先的力量，那没一个好不了的。说给大家大概15分钟时间，我们9点半正式开始法会。所以说你们还想做点什么事儿的，包括写黄牌、写红牌、黄牌是这个超度，红牌是祈福，所以是都可以做，给大家一点时间。好，谢谢大家啊！待会儿我们开始法会，谢谢。好，热烈掌声，再次感恩感谢张老师。